是子立。子立，对，我姓夏，夏子立。夏子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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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女生，女生，卫生员，什么来当兵的？看我有没有当妈妈的资格？有，我觉得你妈妈当得很好。在做生小孩吗？我生过，生过了。那你还救我逃命？我跟你讲，坐香呢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。如果突然间在坐香的时候聊到说互相要不要生小孩，你觉得他做得好吗？不是，他怎么粘住了啦？这分数起来就拍一把，就拍一把，因为题目都快销毁了。我赢了辉哥要亲我一下哦！有这种事情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惩罚？不是啦，手指头啊！我差一点，我差一点就失声了。子立，你的子立很强。我靠！我无了你了啦！一组呢去找小孩最害怕的食物。然后另外一组呢？另外一组找什么？另外一组男人最爱的食物。你一定要这样讲话吧？然后到底是神农氏还是李时珍？李时珍。李时珍。神农氏尝百草，最后一个那个最后说有毒。这就是割别人韭菜的感觉。你今天就把我毁青海呢？我讲白了，你讲个小姐去。那多久会再长一次啊？一个半月就可以。差不多哎，那差不多，因为我每次买股票，大概以后停损掉一个半月之后，它就涨回来了呢。哎呀，我大概一个半月就会被割一次，然后我会再长出来，长出来又被割掉嘞。在骗啊，在假突破啊！啊！我们做人不能这样，这是新的嘛，我们拿二手的就好了。内行，怎么可能？我看你一直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沉香。大家想知道什么味道吗？来赖导，赖导来。你也包了无看？到嘛是恁要吃。我无温度计，通个量啊。对，你酒干啦。你也要我啦。来，我帮大家加菜，就韭菜盒子，太漂亮了。太美了吧。都是被老板稍微修饰过后了。这是你的。我模仿他。你有办法把他救回来吗？我发你通告好不好？你。帮我叫车，他要一整天的，撩一整天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真的好喜欢这个。不是，这个声音啊。